还在那边哈，来那个母语教学来来来，来讲、啊，你先随便唱两句啊。那个比赛的歌，快点，比赛的歌、哦。两句，赶快。两句吗？就刚那一首就好。我们要唱什么？我们那时候唱五大十哔哔。啊。五大十哔哔哔哔五大十。我就不会唱了。不是你刚刚唱的那个齐秦的歌，不行，我那时候是比赛的歌，不能唱出来。唱出来那我来问泰雅语，眼睛怎么讲？眼睛叫那个，那叫什么了？眼睛叫比比。眼睛叫武大使。哦、嗯。妈妈的眼睛很漂亮，怎么讲？妈妈的眼睛呢？啊。妈妈眼睛啊！雅雅吼爸武大使啊！什么？你这叫什么？你刚不是说武大使是眼睛？我湿了。母语我是不知道。你看我都讲到他都湿掉了。他说他唱这个歌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很兴奋嘛。雅妈武大使 baby。哦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自我介绍。My name is 朱炫武大使。啊，对，那个泰雅族的香蕉怎么讲？香蕉叫那个啊。阿美族叫宝利。哦，那泰鲁格族叫什么？布勒布。那泰雅族就叫布勒布。泰雅族叫布勒布。对，泰鲁格族叫布勒布，那我们去布利布勒布，那我去问。讲嘞。那个用泰雅语自我介绍一下。泰雅语。我那努伊拉，把盖亚罗公卡斯掉。好嘞，好嘞。你是真厉害。唱两句啊，你唱两句，唱两句。要唱什么歌？都可以。来，你收看到你的粉丝没？大同。我只要你靠近，看清楚。好了。干嘛？你们还有讲？你不是讲电话都全部都在听？没有，刚刚是他惹我生气，我才大声讲话的。你都让我不会大声讲话。跟爸爸讲话。修干了。你刚不说那是爸爸？不是啊。那是他弟弟。我想跟你讲一句话，一句话。你今天比赛比什么项目？人走在前面，魂在后面追。人走在前面。好，你说我比赛比什么？我比那个、啊、篮球啊，我们冠军啊，冠军在那个金月比啊，然后对金月比，明天才冠军冠亚军赛，没有今天，比两天而已，然后明天是路跑而已啊，只有路跑跑半天了、啊，从八点哎七点八点跑，没有篮球吧？有篮球。对啊。他的团名是那个奥华五十一队。你身高多高？我身高一百七十。几百七十七？几百七十？我不会讲台语。啊。一百七十多少？177、178吧。然后会不会 beatbox？ 会啊，你要听吗？beatbox 你会？beatbox 这样啊？好了，就这样、啊。rap， 我还会相扑嘞，我有比相扑啊，我都说第二名啊。第二名。对啊，我跟人家说。你是十项全能吗？我两人三角嘛，跨栏4×400跨栏嘛，然后两人你有跨你跨了，我全能，我十项全能，我还玩过铁人三项，先什么了？先游不是，先跑步，骑脚踏车，啊不，先跑步游泳再骑脚踏车。脚踏车是最后一项。你有玩铁人三项？有啊，以前啊。什么时候？我国小的时候。读哪一间国小？我读花莲。哪一间？我妈说没有读南澳的时候。不是你读哪一间国小？我读那个新城国小，我有看过你啊。
我们那时候打棒球的时候看到你啊。我新城国小有三铁啊。我大概在练六年了吧，五年吧，四年五年吧。嗯。然后本来国中也打，打到国一就没打了。为什么？国二就没有打了。为什么不要打？手受伤啊。你本来读哪里？我读浩仁国中啊。哦，他们还有足、足球队吗？还有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人。还有舞蹈班嘛，哈、哦？什么舞蹈班？体育班。嗯，他有卡巴迪吗？没有哎，就是社团而已。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卡巴迪。嗯，那你棒球也不错啊。我棒球时速那时候测139，我测139，然后真正的时速是多少呢？152。152。对啊。那时候人家说我是怪物嘛。你们就像我一样。哎，你会不会跳舞？啊？会不会跳舞？会啊。那个不要装睡，赶快。那个 ，OK。你看那个很湿怎么讲 ？Very。很干。马人物。流汤。小布。刚刚那个说。用力，我们刚才一句用力，打破，打破就是用力。叫老婆女生坐上面，坐上面怎么讲？我沙发位一手，用力上面，用力咬。double Murray， 那有时候位置坐歪了，快断掉，有没有？老公的人骂红了啊。好，对，马嘎贡干呐，马嘎贡干呐，有啦，哦，五米是大公米是大五半呐，哦，高手出来哦，啊，高手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好访问他了，破坏我的形象，我又不是林世伟，不是，你出来没来呀？要欣赏他的优点，那个帅哥，出来没来？那两个人，进访问过了。那个舌吻垃圾怎么讲？舌头搬来搬去，垃圾。不要啊！不要。我们可以说 Marie 跟我们叫玛丽，玛丽，玛丽很慢的舌头。哦，玛丽吃舌头。嗯嗯嗯。Marie 没个贵的。Marie 没个贵。那大声的骂啥呢？五万呢？五米呢？大哥的，那个小孩子，小孩子要喝母奶吼，要吸那个奶头，奶头怎么讲？大意，母奶呀呀。那捷运站有那个哺乳室哈，喂奶怎么讲？我们什么哺乳室还是哺乳？哑巴哺乳室。捷运有那个哺乳室。哑巴哺乳室摸到哪里乳到哪里，摸哪乳头。摸到哪里乳到哪里。那个叫做赛德克的精神领袖。那个叫莫纳鲁道，还有瓦利斯布里，瓦利斯厉害吗？你下次要写书嘛？写书吧，写那个趣味泰雅语啊，不是那个啊，跳起来怎么样跳？跳完翻跳蛋了，跳起来。哦，那个，对，保险套怎么翻？泰雅语保险套。保险套，不是可以怎么翻？卡巴波鲁。前面有保险套的。卡巴布克。有吧？我讲嘟噜，来公包啊！我讲嘟噜，来公包啦！嘟噜，干巴那个巴嘟噜。那个威尔刚好吃了会很厉害的，怎么讲？威尔刚。威尔刚啊。嗯，吃了会。顶泡泡。那个肉。哦。你观察一下。再念一次。我嘟里的那个肉，我嘟里
人呐，哎呦，人呐，哎呦是要，人呐，哎呦，人哎呦，啊那个闽南语哈，你怎么还问都是那个东西，你不能这样还问你。平常我是拍严肃，雅痞我不会拍这个，你们呢我才能拍那个通俗。